这四个是什么元器件？大家好，这里是美登课堂。在这个风扇灯驱动控制器的输入端，有四个贴片式元器件。这四个元器件实际上就是整流二极管。我们知道，二极管它有单向导电的特性。那么我们经常看见的，就是直插型的，类似于这种形状的二极管，通常以字母 D 或者 VD 来表示。在电路当中，以这个电路图形符号来标注。那么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贴片式电阻，我们看标注为第1、第2、第3和第4。如何去判断它的好坏呢？方法和直插型的二极管的检测方法一样。我们借助于万能表的二极管分明档，然后两个表皮直接并联上去。我们看，万能表显示窗口0.563，这个就是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，它已经正向导通。而我们两个表皮对调，红黑表皮对调，再来看一下，这个万能表的显示窗口为无穷大，这就是二极管的反向截止光断能力。通过这个一正一反的测试，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贴片式二极管是好的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美一登个人主页里面的专栏课程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